才刚靠近路边停放的这辆白色宾士，宾士车却倒退，差点往远景撞上去，两名远景吓得弹开来。远景密录器拍下，发现同伴要被宾士车倒车冲撞，立即开枪威吓。另一段监视器画面拍下，宾士车倒退至对向车道，一度卡在安全岛。远景车这时朝车辆开枪，顿时火光四射。但最后白色宾士还是往屏东自由路往北方向加速逃逸。有痕迹的就是了。当时是20号半夜12点多，枪声大作，惊吓到附近居民。两名远警对空鸣枪威吓，王姓远警开了11枪，吴姓远警3枪，一连14枪。吴姓远警左手大拇指及右手小指扭伤。在屏东市自由路段发现一部在路边怠速的自小客车，及上前查看，该车见远警靠近，立即倒车冲撞两名同仁。远警对空鸣枪吓阻，原本是想盘查路边怠速的宾士车，没想到却被冲撞。幸好警方受伤情况不严重，但抗检冲撞逼得远警开枪，宾士车内恐怕不单纯，嫌犯往北逃逸，警方持续以车追人，要全力将人查缉到案。进行文综合报道。